뭐 기야? 우清乎明。 哎，又更清楚一点。我刚刚这样拍的时候，好像是它变暗了，还是怎样？还是前面那个上面那边有一层雾？你不觉得很适合放一个手机跟录说题吗？是啊，是啊，我的应该有秒数了。你看，我已经开了。哦，有。 但是它的电池好像只有一条线，越来越清楚。啊，你要等它哦。那我小练习下去哦。好，我先走了。那你要在哪里？我没有，我很慢，我用很慢的滑板还在这里，还可能还没办法超过电线杆。 有什么？昨天约的那个缆车线吗？你要坐那个上去吗？对啊，我又不想。好，很好，这样也不用爬楼梯。广东啊，下面滑很累啊。而且广东啊还要爬楼梯，好，这就去那边就好了。你要滑什么？哦，好。
都嘛下得来，只是花多久而已。多久啊？我等等啊。一分钟吧。哦。车一直往右靠就对了。对，是 Steamboat 的 A， 然
那就是写那个雪不足的牌子吧。我看怎么会是这里 Isola B， 这是 Isola B 吗？所以是 Isola B 被说雪不足啊。对，没错。还是 Isola A 被说雪不足，可能是 Isola A。因为我们不是有一个说往前走、往右走跟往左走搞不清楚方向的吗？要走开，不要被我打。这个亮晶晶呢？往右看还不错，不是往右看，我说右边这排树，原地伸出了一半，前面的右边的树，你看一下，太阳晒得亮晶晶，还不错。等一下，左边雪道旁的这些树就是长这样吧，我要拍个两张。这里比较细，对不对？哎呀呀呀！发生什么事？这边比较细，左边比较粗，可是都过来了，管他的。那就先拍最右边，再拍最左边。进入阴影区，刚好，好了，先拍你，你转个头吧。一团黑。是哦。没有啊，先拍就看。对啊，就看 Google 最后会把它搞成怎样。好了，你在叫我后退。没关系，我在前进就可以拍到原来想拍的了。纯粹拍这堆树。我也是纯要拍树。那你就冲到我前面了，我只好先拍你了。好，那我接着去拍对面。不会啊，它是正面晒太阳，我先拍再说，回去再看。是吗？好像真的不大行欸，因为这边好像什么都没有。不过有很多的雪被吹下来，好吧。
真的不行，因为它上面细细的，没有什么雪，真的不行。这些啊，因为它上面太细了，没有东西。对啊，就缆车上是最好看的。嗯。但是缆车有盖子，拍也拍不清楚。对啊，就那一堆，那一堆雪最多了。哎呀。好吧，继续走吧，慢慢的滑，舒服的滑。今天怎么会那么晴啊？整个东边到上面都没有云呢、欸。对啊。怎么会这样？天气就很……预报不准。就这样回头看嘛，好，来帮我拍一张。哦，好啊。这样拍的时候看得到。看得到。在那堆人还没变很大之前。好。好。好，好，这样就这样。好，要不要？不用了。这个很蓝的天。啊？很蓝的天呐、啊！哦。好玩的，好玩在爬山呐、啊，姐姐。干嘛把力气花去爬山？我这样用手甩好像不大对，要怎么调整呢？摇啊，右还是左呢？对啊，前后啊。所以现在是走，左边，好，继续吧。
就这三个人。那两个人盯着他们看。来来回去，没关系，回去可以回顾。穿着松雪板却不是松雪板啊，是那个一直回头看蓝色上衣的裤子。没有啊，但是那个松雪板也是最后一刻才推进去啊。
天是乱乱雪，对，可能是好下的。然后今天、昨天、今天抹一抹，都全都变馒头了，是吗？没有，刚刚就都没有。Across A 跟 Across B 都是好过的，就是没有人去磨馒头。嗯，现在不禁担心了起来。接着又要滑最边边 Heavenly 啊，不过 B 的下段好像也收收 B， 然后接着滑到 Heavenly Trail， 就是不要再走这个缆车站，因为这个缆车站人比较多。要记得转弯啊，也是一路靠右就可以了。在这吧，不前进了。如果今天有爬的话，我就可以拍到。你现在，我们现在可以坐回，你可以坐回去啊。坐回去，然后爬上去啊。对对，但是后面看就风云变色。我猜不会，因为那个云也是往那边飘。我去尿尿，滑下去尿尿。我滑下去加尿尿。我想下滑下去，然后也尿尿。你的拉链没拉哎、欸？哪里？
我滑下去而且尿尿，就是那个小间一男一女那边。哦。然后我再上来以后，那你就干脆那个最左边的多坐几趟。我大概会多一趟而已吧。
到你啊。北青啊，那你就继续排队，你不用看一下我在哪。我不知道，我以为你还在上面，我想说我再坐一次。我已经下来等你大概快十分钟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完全没看到你耶。那你有找吗？你有找过我吗？没有啊，我以为就是。那时候我就在坐在那边等。我就想说再滑一次。我就在那边等，然后你就只顾你自己耶，那你是完全没看到我。完全没看到。是哦，我不知道啊。你以为你都是很快吗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就滑了没。啊，你完全没找我哎，我打电话也不会接。哦。然后我就已经等了十分钟了，然后出现了还完全不甩我，自己就上车了。我想问你是干嘛？我就跟你说，这样约你就是不理人啊，但是怎么都要分开滑，是不是？没有啊。就这样啊。就连。已经在那边等了，你还理都不理。他手机有听到声音吗？叮了一声，然后我忘记了。我连厕所都上好了，就在外面等等等等等，等到了看到你来了，然后还不理我，自己就走了。我就看到你就再去跟人家那边排队挤挤挤，那我想说你是完全没看到我吗？你根本没有看。对啊，那这样还约个屁呀、啊！我忘记了。
就从右边拐回来，不用推那一段，比较不用推。右边。前面直走往右拐回来，也是回到这里啊。你的手都细的。就这个小路，对啊。大概是你从这里出发，我会在下面等。我先下去了。
那我帮你录吗？下面那段吗？那一段要加速欸，你停下来了就没速度了，没关系啦，这一段收收。所以我要滑到看到你为止我才停下来，没关系啊，因为那个地方也没有很陡，也没有很不陡，结果滑了两个弯我就乱歪一通。我知道我姿势不对啊，我右脚踩比较稳，所以我猜啦，我猜我往右这样拐就拐很大，姿势好一些，然后往回拐就歪一点。右脚不行，哎、欸，哦，没错没错，我以为我又坐错车了，没有。
怖了。我之前那种类似小转的啊，比较有点像扭腰，有点像是这样子转转转。后来我发现不是哎、欸，其实是这样的，弯腰弯腰弯腰就好了，不是这样子。弯腰不是折吗？真正做类似往这边鞠躬的样子，这个是折吗？折不是这样子，折像是头像这样。但是我都叫，我还没有到折那个，不是哎、欸，是这样跟这样。头反而你要去哪边？例如说你要去那边，然后要这样啊，这样。例如说我要左转，头就往这边。因为头往右边倒会左转，哦，就折了。然后其实不是头往右边倒，是下半身这样子。那下半身这样子的话，这样就是左转啦、啊。头往右倒，往左转这样，头不会真的倒，但是肌肉是这样做的。然后我就在练习这个。就是本来那种很平的波上，我不是在做类似小转的练习吗？之前的动作是错的，要用弯的才是对的。然后我发现改成用折腰以后啊，就不会乱扭了，然后重心也比较不会跑掉了。然后也跟那个之前 Jason 教练讲的一拳打肚子差不多意思，就是打进去那一拳就凹，然后打右边就凹右边凹。哦，不是扭，是凹。如果是学板的啊，他们不像我们是左折右折，他们是前折后折。对啊，然后相对下来好像也有他们的正确跟错误。他们的错误就是手甩以及左右转腰。他们的正确应该是前后折，对，前后折。所以这是滑回家的路哦。下船要回那边啊。那最上面就走黑，那中间会是绿的。你讲一下哪一条？最上面就走最右边嘛，伊索拉 A。我刚不是一直疑神疑鬼说是伊索拉 A 斜雪不足，还是伊索拉 B 斜雪不足？然后总之我们就最靠边嘛。伊索拉 A 我们平常连看都没有看。伊索拉 A 接绿色啊。对啊，不管你走哪个都会接绿色。哎，那再坐 pair 上去就可以回去了。你说 A 过来滑一点点，这个 pair 坐我们从来没坐过的那个缆车，很 pair 啊。对，那一台我们从来没坐过。啊，那没开啊。你知道没开哦、啊？因为我有 cross A 路过没开啊。哦，好。因为他也不想开给人家坐吧。我快没开啊。好啊，那没差，我们就是要坐回家缆车啊。哦，你说到下面了。对啊，都是。就是始终我都没有走那，我猜是伊索拉 A。
一次好像是坐这个，因为是走右边，所以只有这个可以坐。没有，应该是说我上完厕所坐这个。那我拍了一大堆照片，就是粉粉雪丘陵的照片。一开始拍，滑到中间也拍，然后。拱道刚下来的时候，那个装满了雪的椅子停在那，对，没开，确定没开，每一天都没开，所以它装满了雪。那干嘛椅子关呢？干嘛椅子收？那种没在收。那种的是没在收吧？它可佩尔的通常都没有变速，所以它都是永远夹在上面。这种有变速的啊，它到了变速轮那边会被截下来，在转盘上走。没了，什么都没了，蓝天没有了啊，所以可能预报的那个多云是现在才开始，就是时间有点差了两小时吧。回家路这里的雪还蛮多的。哦，那天色不好看。嗯，没办法，现在才来嘛。好了，我猜那就是上面雪不足的那一个渠道。牌子就是雪不足的牌子啊。你说什么？还滑哦，警告雪不足还滑。你说什么？
在吹吧。顺顺的吧，怎样？是啊，是没错，斜度嘛。大概上半段跟 family 差不多，就越来越平，越来越平这样。这里这里找雪堆穿过去，蛮松的、啊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要当跳跳兔，应该在这吧。我刚刚就一直在跳了。啊？要转吗？不用转啊，这里的雪不深。但是你跳跳兔的很厉害哎、欸。那是一直跳啊。角度可以吗？还不够。再往下。还要再往下。嘿啊。这样。你往左边看，你右边看。再往下一点点。好了好了。跳太近了吧？不会啊，下面不会更恐怖啊。有跳吗？
自己的小手。就跳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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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两个刀，笑死！哎呀，两个一起，哈哈！你为什么也拍的？而且，也没有啊，就飞起来着地，不知道为什么着地吃脆，身体太朝后还是怎样？你也倒，我也倒。我没有学你啊，我就是倒哎、欸。身体有血。现在变成衣服上有血了。跳得太得意了。可以捡起来。啊？没有啊，你倒我也倒，两只山羊躺在地上，失败的山羊。我刚刚已经是蹲着的状态，我刚刚已经讲了，然后可能就是因为蹲着着地，不能蹲着着地。我刚才想说应该没关系，但是一着地太重了，可能重心要稍微前一点点，还是怎样？不知道哎、欸。没有啊，就又要下来了。觉得那里会摔倒，但是我着地的时候就觉得啊，屁股在后面，糟了，扭不回来，扭不回来。所以你有看到我录到我摔倒的样子？应该有吧。真是觉得走路白痴啊，好笑。两只一起倒，都破上没有水吧？没有。你有哎、欸，你为什么都是水？因为我的 goggle 什么的都有血，脸上都是水。对啊，是啊，
我要帮你播一下吗？不用播，它现在结冰了，会变颗粒，接着就变刮痕。算了算了。不是啦，我说播不是播 goggle 本身，是你的面罩这边啊。就是这边有碰地上啊，右侧。你还碰到地上？我看我脸上应该都没有吧，我是整个人倒下去。我是侧倒。好像脚先出去，身体在后面。我知道我的蹲下过去的时候，我已经是蹲着的状态了，所以太低了。嗯，所以可能是那抬一下会把脚往前移，所以那定一下之前，身头要先朝前面一下，哦，抵消一下那个。嗯，好，嗯，我懂了。要徒跳之前。头先往前顶，还有啊，一点点，看到一点点。他现在就先炸，他知道今天人比较少。对啊，所以昨天是人最多的一天。但是今天大部分人要收行程的话，可能有的人最后一天不滑。有的人滑最后一天，但是下午也各种，对啊，就跟我们一样啊。如果要搭四点的车的话，两点开始收，或者三点就开始收。三点差不多啊，他就三点半关嘞、欸。三点半关。对啊，这里很多人车都在等。反正我们之前很多学生都三点多少就关了，都差不多了，大家。很多血吗？没有呢，没有。没有吗？没有。太好了。你看你的这里，你也瘦了。对啊，那种东西就是这样。拉系统，对呀、啊，下面拉尿尿方便了。还要去冲冲冲吗？没有。那个冲冲，啊、那冲右边的冲冲啊，都没有了。我说坐缆车的时候我就说了。去看看，我知道你说痕迹都还在，但是我是说就去冲冲看。没有，那个太缓了。你只能直直冲，他是直直冲啊，然后最后、啊、我们就是要去坐那个最远的缆车嘛。是啊，我想保留冲力。好可爱哦，那一球。他好吧，弄红红红的，他就是那个蘑菇了，好可爱哦。只有他。我来得及帮他拍一张吗？看你的手脚。看来是要扭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已经不是最漂亮的形状了。这刚刚没有方向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下午还有一次机会。他不知道还在不在？应该还在吧，他就是因为在山谷里没有被咬走，所以才会长那么大。可爱。嗯。哎、欸，还好，我觉得是贴了很多药布在膝盖，所以只是刚摔倒的时候，我膝盖膝盖破一层。还要有声音。膝盖它现在还好吗？那我就去滑昨天的松松好了。昨天的中中，反正走最终就是那个最比昨天还远的缆车站。对啊，最后应该要走过去了。推推推推推，又不见了。嗯，就这样了，就这样了。很雾，很雾。
啊，11:48。怎么会打叮打叮那么多声音？声音也太多了吧！Unipos， 搞不懂。
数字来讲，那么多人路过，早就该被搞歪了。为什么他还在？他很硬啊！我刚刚不是在身上有枪，很硬。他就是被弹过 N 次，然后又弹回原地这样。就是一条路呢。所以我的位置到底是要走的来还是滑的来？我猜它是平平的吧。回转坡。回来的时候可以滑回来。对。上去的时候就得用走的。好了，我决定脱下来了。我拖啊，你用走的，我用拖，我用拉的。快要关了。好，关啊。我的缸有路吧？有吧？有啊，它也在闪啊。帮我关。